其实这个母乳素这个老张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会发现它比较严重的状况是在我们这个根系这边，我们发现有蛮大的一个洞。讲真的，树哦，上面中空很多呢，好多破洞哦。对啊，这个有可能是风吹断，有可能是以前错误的修剪造成。尤其那一个，你看那么破那么大洞。对啊，它本身两个不是不同树种啊。对对对啊，因为人家是说那个树荫的话，有可能它的种子随风飘，然后就在它的旁边，然后就开始生长。所以说它不是外形认不出来，是因为哦，它好像依附在老樟树身上。因为它们的根还是错综复杂的啊，它们就是互相交叠在一起了。所以有时候就看到是这个树。对对。